档可以在上面。完蛋啦！焦兔子已经发现我的陷阱啦！上面有一只 KO 的样子。我卡 bug 了，完了。选秀吗？十六号才选秀吗？对吼，根本就还没有决定谁跟谁一队哦。你们现在练习都很好哎。对，还没选，我想起来。完了，怎么会是这张地图？这张地图是在哭啊！没挥到，但这个距离还行，还可以再挥到他一刀。这里还有一只哎，他在拆我的图腾。居然是猎物！我们这个配件是啥？就是没有提示陷阱，然后距离传送距离变远，这两个配件。完了，我两根图腾的位置其实已经都出来了、欸，他们拆了我一根了，还有另外一根，其实两根都已经出来了。悬赏任务：下一场护士长杀死一只150杀到抠火3K 一只200地图自行稍看主播意愿如何？我都马好，哪次不好？每次都马好。有人踩了我的陷阱，可是我来不及飞。真是买凶杀人呢、欸，每次都要买凶杀人，真的很奇怪、欸。他可以在上面，他在那个溜滑梯那边，也不是溜滑梯啦，很长的楼梯那边。他应该补不满，因为我有猪头，他应该来不及补满。然后跳下去，我就穿下去给他一刀，漂亮，再见。嘿嘿，还想搞啊？他们有人一直拿手电筒照我的陷阱，当然是谁？应该是那个厌世提姆，一直在照我的陷阱。完蛋啦！焦兔子已经发现我的陷阱啦！这边给他跳下去。怎么啦？你们这些人怎么啦？我还是觉得妖婆有快刀真的强很多哎、欸，难道还是真的只有我这么觉得吗？给你一刀，一个快刀，然后这边假装抱一下，但 K 可能会回来。他们又把我的哎，3K 真的在、欸，我就说他会回来，只是不知道什么角度哎、欸，还好他在。我就说3K 会搞事吼，要假爆一下，3K 肯定会想回来搞。完啦，图腾没了，再来一次。
一样假爆，三 K 可能还是会回来。哎呦，他怎么在那个楼梯上面？太恐怖了，差一点，差一点就中计了。三 K 无所不在，不过这一次那个节奏应该很差，因为他这一次是有猪头，他补血的速度很慢，所以很多时候他都是卡半血来救人。对啊，他这一次的那个整体肌肉感没那么好。上面有一只 KO 的样子，听声音，听声音应该是 KO， 对 KO。这个好像是大炮，哎，我今天怎么都老是砍短，就这个已经死定了，我还砍短，哎，我卡 bug 了，完了，我卡在板子里。哦，没有，是他不让我提，我以为我卡在板子里耶。那好像怎么踢不了发电机，踢不了那个板子？原来是有人在搞。哎，我真的觉得这套配件也不弱哎，他们都已经有手电筒了，我的节奏还是有点好。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The Game 的关系，还是因为巴哈妹在搞他不休机，让我的节奏有点太好了。我感觉应该是后者，巴哈妹在搞。其实主要也是因为这张地图小啦，所以妖婆特别强。我觉得应该是地图的问题耶，我说真的。然后加上对面有个小丑不休机在搞，所以我的节奏才会这么好。真的，现在三 K 应该是活不太了，就算踩到陷阱，他 DH 我晚一拍再砍就好了。啊 ，D 完了，没了。他这个如果跳下楼的话，就结束了。啊，结束了。啊，这边有板，那还好，还可以再玩一下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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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舞龙舞狮哎！
肚子容易受惊吓，主播很坏，哪有？再换一只鬼，再试一下。TK.exe 降价啦！盗版外挂轻松入手，就趁现在。我看到他。还在受到正版外挂的迫害吗？哈？有断线的吗？外挂吧！他作弊，他作弊！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，你知道吗？合理开挂，你最好的朋友 TK 点 EX， 现在加入每个月只要77块台币，立刻订阅 TK 货架 TK 点 EX， 不必再用法令换生命，你也能是 DDD 炸鱼高手 TK 点 EX。生法落法纯属自然生理现象，秃头不在本产品保护范围，使用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